好，车牌辨识中 ，BHW 不行哦，查无此车牌哦。开车准备离开停车场，没想到车牌辨识没有反应。来，开始啊，开始啊！一群人突发奇想，蹲在车子前面拍车牌，截图放大。走了走了，出来了啦！还有 A 呀、啊，哥。结果成功了，没想到就差字母 A 过关了。这件事情对于业主来说，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影片我觉得造假几率不是很高啦，车牌它本身是铝制的，它会有补光性，所以也许用手机代替这个 A 字母是有可能让系统比较容易判断这个是 A 字母，是有可能的。事发在台北市八德路二段一处停车场，业者强调还是希望民众可以依照 SOP 打电话通报客服，不建议用这种方式。车牌摄影机如果辨识错误的话，或是失败，那有可能是光线的折射造成整个车牌反没有办法拍摄到车牌的号码。那另外一个状况是摄影机的问题，可能距离太远。虽然随着科技进步，车牌辨识越来越精准，不过还是会出现失败，包括光线影响，或是车灯太亮，甚至车牌有污损、角度不对都有可能。只是用怪招骗过电脑，如果没缴钱，恐怕也会触犯诈欺罪。民众遇到类似状况，还是照规定来。《镜新闻》张淑英，海讯采访的。